时事一到，受天宫主委吴文雄、代理馆长陈志清的带领之下，168位信徒跟着吴金的美国兑换门开始，慢慢啊走入受天宫。一公里长的路程，每一位信徒拢走甲真欢喜。其中提到郑杰民就讲，会当为地下宫来服务是一件真荣幸的代志。正义，正义哦，危险哦，没危险，没有，这做庄严的，哦好，做庄严的。快去慢慢来注意，感觉提得。这项我唔捌提，我提目镜的。哦，啊，提得提得了。是啊，真欢喜啊。也忝哦，没嘞，没有，加上头前进攻。好，对，嘿嘿对。加上头前。嘿啊。反正往爬爬俩，感觉爬着，感觉真光荣对啊。受天宫一年一度元宵米糕头万人吃平安的活动，今日伊进入了活动的最高潮，有160位的信徒跟着米糕行入庙后，需要就是接头甲开香仪式。主办单位指出，每年所举办的米糕头活动，总是吸引全省各地信徒前来参加，和活动是愈办愈热闹。受天宫为了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哦，来办这个活动，这个活动已经办十几年啊。哦，咱美国头就500台金开始，到今年哦，咱有11,600台金。哦，啊，希望各位信众来这吃美国头，求平安、赚大钱。代理馆长陈志清、立法院林明进以及南投县议员、民间乡长陈崇甲，各等人士也拢纷纷前来参加。因拢相信，你若讲家己过美国头，大家拢会当吃平安、赚大钱。平常时他注意讲的。11,600台金吼，比去年阁成长400台金，啊，咱就是要来遮食平安的吼，所以大家吼爱来遮拜地阿公，祈求你的身体的健康，啊，你的事业发展，啊，你家庭的永幸吼吼，啊，上主要就是爱食平安。米糕头啊，会使拢讲轰动全国啊，啊，今年哦、啊，这个米糕头啊，阁破顶年的纪录啊，11,600斤吼、啊。会使讲啊，拢是全国所认识的吼。活动的最后，由主委吴文雄、甲代理馆长以及所有来宾，以发送世代米糕给现场民众。11,600台的米糕头，将要伫旧历16号8点来开头。主办单位欢迎民众做伙来到热闹。记者陈明天采访报道。